吃之前真的要注意了，看看外包装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不过呢，如果你想要吃像这样子肥美的帝王蟹，则是要看看你的荷包够不够深。因为最近啊，日本的帝王蟹数量减少非常的多，而且价格一直往上飙，物以稀为贵。其实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产地俄罗斯禁止了滥捕，还有管制帝王蟹的出口，所以现在呢，其实整个帝王蟹的产量下滑，当然价格也跟着上扬。响亮的叫卖声，鱼贩争相竞标，抓往中央鲜货市场里，人声鼎沸。この広いスペースの中で、タラバガニの入荷量は今日はこれだけ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向来以供应帝王蟹而闻名的北海道札幌市场内居然只有40只可卖，而前一天摊位上更只有一只。今年は極端に少ない方だと思います。肉质肥美的帝王蟹是日本饕客的最爱，今年不仅数量少，价格更是贵得惊人。从俄罗斯进口的帝王蟹比往年贵了3到4成。为了禁止滥捕和管制出口，去年12月，俄罗斯和日本签订渔业协定，从俄罗斯进口到日本的螃蟹货船都必须减负证明书。严格繁杂的规定，让日本帝王蟹数量比去年锐减20%。物以稀为贵，当然价格也跟着飙涨。札幌这家吃到饱餐厅菜单明白标示着，因为供应量短缺，一份帝王蟹套餐涨价近700日元，大约200台币。カニが食べられなくなるっていう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らどうですか？悲しいですよね。ご試食いただくお客様の一番の楽しみはお食事で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こは非常に残念な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なるべく努力をしてまいりまして、人気商品は絶やさないように継続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日本有30%帝王蟹仰赖俄国进口，如果再这样下去，不仅店家担心，民众还怕以后就算有钱也很难吃到了。记者会文综合报道。